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 Marco， 今天我和 Roy 直出丁九。拉人啊？是啊。哇，拉碌啊，咁犀利。哇，呢条应该都唔使第一根长，但系最死头嚟嘅喎。咪巴嚟啊？可能巴。睇住啊，到啦，差唔多。得。你走先，我放心啦。哦，无端端。喂，哇，喂，红鱼，红鱼嚟噶，哇，靓仔，哇，靓仔嗰条红鱼，哇，食到入去，粒圆都食埋。呢条红鱼靓仔喎，几靓仔，个靓身，咁鬼靓身，系咯，少有少有。诶，帮你翻张相先。好。今日我哋预计啲鱼都唔会多，所以啲鱼利都唔系买好多嚟。主要是蝦肉和少少的沙蝦，所以蝦肉就變得比較得食。喂，是吧？慢慢嚟，慢慢嚟。哇，我都飛碌的，嗱，唔係淨係你噶。我都估係。哇！有啲震撼，睇到，睇下紅魚啊！哇！呢條大隻喎，快咗。哎，我都開張先。用草蝦。係啊，呢個魚啊。今日農曆十七，大致天晴，我哋釣丁九。全日我就用呢個釣組，用二號魚絲，20g 波子魚。近排呢度啲鲢尾真系好大条，有成四五指咁大，全部可以攞去清蒸。喂，唔系喎，而家先中，冇搞错。上到嚟先嚟料咩？哇！又咁大条喎。哇！又咁大条喎。啊！头先以为佢鱼仔嚟喎。顶住啊！喂，自己嚟，得啦，自己嚟啦。腊鱼啊！哇，正黑沙。食咩啊？食重啊，輕重啊！又食雜頭，真係頭麥格。哦，出埋，出啦，出出嚟，生啲冇埋啫嘛。幾靚仔呢條？呢張一次一百，咁大條啊！咦？拉落嚟啫！哇！中啦，中啦！喂，OK 咁喎。係啊 ，OK 嘅。沙，我点到又系我点，我个帽啊！哇，靓啊呢条，呢条靓啊，火链仔，火链仔靓啊！最后我哋只有几斤嘅鱼获，有两条红鱼，一条黑沙，一条火点，都有几条可以蒸下。今日嘅分享就到此为止，我系 Marco， 下一集再见。